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超声波的接线方法。我们超声波尽量固定在车的前方，这样前方障碍物就检测灵敏度比较高。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超声波有 GND、VCC，还有 ECHO，还有 TRIG。TRIG 和 ECHO 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。超声波的原理主要是利用声速，就是，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有速度的，然后一个发送出来，一个在接收，通过计算这个时间，来算出距离。我们把超声波传上去。现在我的手，现在这个黄色的是 VCC，注意一下，是我这个是 VCC。VCC 的话，我们将它插在中间。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我先把这个拔掉。注意一下，插在中间。然后，我们的 GND 插在最外面，我们的第二排和最外面这一排全部是 GND，所以说可以随便插这个道，但是这个里面这一排是不能随便插的，里面这一排是信号控制信号 L，我们第二排是 VCC，最外面这一排是 GND。然后我们将 ECHO 接收插在 A4 上，然后CHO 插在 A4，然后将发送 TRIG 插在我们将 ECHO 插在A5 上，然后将 TRIG 插在 A4 上。这时候我们的超声波传感器就接好了。接好线之后，我们将它固定在前侧，通过螺丝。通过螺丝将它固定在车的前面。同样，我们先打开这个盖。打开盖子的方法是把前面两个螺丝先拧掉。等装完传感器再装回去。这样我们超声波就接好了。超声波接好之后还有，需要测试。我们有专门的测试方法，可以看我们的测试视频。